好像每一个人上妆顺序都不太一样哦。OK， 我们话讲完了，已经过了一分钟。那第四组为什么会有四十八号的号码牌？那是乐透的号码。好，四跟八，那五十七是谁啊？五跟七。所以你们是把顺序都给他记下来就对了。好，非常的可爱。我相信我们的八头现在一定是忐忑不安的，不知道他们会即将用什么样的妆容呈现给大家。今天呢，他们是最后三十秒。星光妆哦，星光哦，上星光的哦。是的。二十秒。